网络热搜，你该知道的关键字。简书培大战柯文哲，台湾哪里有职群，哪里就有喜剧，不管是被搞的还是即兴发挥，都能摸到智商下限。小英总统在12天前的国庆典礼，坚定喊出四个坚持，我们在这边复习一次，免得到时候有人逼你念你不会。一、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二、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三、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四、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四个坚持搭配抗中保台，一个字就是香。曾喊出两岸一家亲的柯P，英皇出征寸草不生，说话的艺术跟写稿的技术点到满，这个岛就和谐了。只是北部的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蔡英文总统讲话的实质内容，其实跟我们平常在讲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会觉得不服气的就是说，为什么他讲就是台湾价值，而我们讲就是中共同路人。无情的杀，无情双杀，哭啊！真是奇怪的博士，你讲着答案问问题，光天化日之下说当今圣上双标，锦衣卫北市分队队长简书培两乐插刀插科两刀，场面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做大娱乐家？柯市长请站住，蔡语录你背不住484 ，Repeat after me， 四个坚持。一字一句不漏的讲出来。中华民国没有第一句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困难？重点不是要讲这个，重点是他有没有说，他说的跟他做的一样吗？一样啊。网军治国，用侧翼治国是民主自由吗？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的政见？如果你不敢念，你就跟总统道歉。我不需要。你想讲什么废话？就因为他这废话不想念了。站住口令谁，谁在命令谁，谁准你提党政军的？台湾在90年代前，仅台是中石华是 AKA 老三台，由国民党控制着。民进党自1995年喊出党政军退出媒体，并于2003年陆续完成立法。如今党政军跟民进党的派系一样，介在有跟没有之间。是。虚虚实实的啦。中石、中天守着铁粉，被最强大的三明治连线斩压。而三立的董事长以电视台为基地，海派的天空让你尽情挥霍。派系影响力早已深入党政，包括俏房客定语，还有三个立委高喊着党政军退出媒体。到底是当我们白痴，还是三立其实是在做小吃？你不是小学老师，我也不是小学，我大家告诉你，我是要叫你改。然后呢，台大教授就很了不起吗？你只是让人家看不起台大教授。哦，你这种行为就是。我跟你说，你不要得罪一狗票台大的教授。是因为你让台大教授被歧视。你们台大教授多如狗，但我本来就过得不如狗。小英信众单挑异教徒，看到主子在议会被绿色可爱分子攻击，学姐黄静莹脸书护主说绿色价值比红色还血红。民众党也大文跟上，说蔡英文的真四个坚持是坚。坚持大内圈，坚持大撒币，坚持打高端，坚持没有会议记录。我的老天鹅，怎么两边说的四个坚持全都对啊？你们不应该跟你们之前那些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的这些创党大佬们来道歉吗？现在民进党，你们还对得起你们民主、进步这四个名字、这四个字？你们所谓的名称，你们现在还配得上吗？民众党全力反扑，简书培脸书惨遭网友洗版炮轰。这时候，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站出来说，民众党搞霸凌，没有办法回复议员，反而更小灯熊屁。下了质询台之后，动员整个政党来攻击一个议员的质询，我觉得这是寡头政党的作为，完全反民主。我还以为过半的是民众党，在市议会质询讨论国家认同，4%的你都打不过，没关系，选举要来了，马上又有下一场。但在这之前，中央公布医疗资源最多的台北市，开出6都最低的疫苗量能，北市联医遭批压榨人力，熊好券预算仍无法通过议会，看来台北市议会还有很多正事该干。个案干，四声干。绘本销毁风波，今年时序已来到霜降 AKA 秋天最后一个节气，这个多事之秋，方才自以为处理完普悠玛的交通部，又有新的创意出包法。脸书上直接向王国才喊话，发文者是有台湾宫崎骏美誉的绘本作者玉米城，他在脸书要求王国才不要把2000本新书销毁，与其这样不如捐出来。他爆出4月初完成印制，航港局也预定办新书发表会，但月底新旧交通部长交接，马上接到了航港局的紧急通知，王国才
才要求重印。我不方便说什么。掀起这场风波的绘本，守护大海的人，以灯塔守 AKA 灯塔管理员作为故事主角，取材真人真事，全书采用公益团体玛利亚青年手作纸工坊的再生纸，透过灰阶风格绘画，结合再生纸纤维纹路，细腻呈现灯塔守一生为航行安全无私奉献的精神。手刷2000本，提供全国各学校、机关、团体免费索取。现在到底有没有重印？有没有重印？等一下，实际上有没有重印？我先把它讲清楚哈。我意思，我当时只是对我们所有局处的一个宣示说，以后不用把部长的照片放在第一页哈，你们就各局处去发展，我只有这样。我不知道说后面有什么已经印好，比如说是前部长的书啊，我这一问不知道。部长一句话，下面各自感悟，各种奇异马屁拍出声响，最后创造出了奇幻的结局。焚书坑钱。我们今天来办公室之后，那我们去库房找，那我们才发现，因为我们局里头前一阵子有做那个非机密公文的一个销毁的动作，那就跟着那一批哦，从库房里就一起跟着销毁了。来晚了朋友，旧绘本已经坐地成仙，只是走的是火化之路，但不要担心，结果是要2000本，对吗？那就再花30万印2000本新版的就好了。新旧版内容完全一样，只差交通部跟航港局谁的名义发行，但都是花公堂改的，果然上行下效，都喜欢花大钱改小字。我们政府很有钱啊，全部的航港局的我们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个这个压力是从哪进来，包括这个过程中可以认识台湾的一个90几岁老灯塔手、哦、他们在台湾这片土地呢为我们的海去守护。我个人整个经过我就绘本9月发行时，发行人就从前部长林佳龙改为航港局长叶协龙，玉米陈更直接公布留言，表示航港局信誓旦旦承诺绘本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到头来都是说谎遮掩。看到主子被攻击，航港局长道歉说都是我的错，不要再打了。局长拼命扛责，部长都说不知道，反正负责的后果大家都知道。销毁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情了哈，我只是希望说以后就不一定要把这个部长这种标显在每一个这个著作里面。看到部长什么都不知道，时代力量的记忆回复师也来帮忙复原。一直在说谎，王部长只是航港局重新印制绘本，因部长更迭，部长只是改以航港局名义出版绘本，白纸黑字写这么清楚，还要继续说谎吗？交通部可以这样发布假讯息吗？老天鹅娱乐首支联名商品，台北东区永远排队的名店金星港式饮茶，这次牵起老鹅的翅膀，带着诚意御驾亲征，线上首播合作港点四小福，是本鹅最爱吃的小点组合，港式经典金星的骄傲鱼子烧麦黄，吃起来爽口弹牙的水晶虾饺黄，有满足感的海棠烧麦，鹅每一口都有海鲜内馅的鲜虾鳕鱼饺。好，港式饮茶扛把子跟左右护法都到了，接下来就是折扣码的时间了。预购期间输入优惠码折价100元，买3组免运费。第一波联名商品，感谢大家用新台币支持。脱北者越狱。越狱的方法有很多，不用把监狱地图刺青在身上，也不用爬污水管。上月以色列有6个巴勒斯坦人靠着一根汤匙挖地道越狱，4天前又有一名脱北者在中国关押重刑犯的吉林监狱靠着一身矫健的身手向14万中华儿女示范什么叫真正的翻墙。身高160公分，单眼皮，瓜子脸，小眼睛。原本是北韩矿工的朱贤健，外传曾任北韩特种部队士兵。2013年7月从东北边界非法入境中国吉林省，闯入当地民宅窃取钱财、衣物，并在抢劫时用刀将妇人刺成重伤遭逮。隔年被依偷越国境罪、盗窃罪和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罚金16000元，并驱逐出境。
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两度获得减刑。然而脱北者被遣返北韩，恐将遭受酷刑虐待并处死。2023年8月21日即将出狱，死神的脚步声逐渐清晰。九天前刚过39岁生日的阿健，选择在刑期到期之前，送给自己一份名为自由的空气。朱贤健从朝鲜非法越境到中国，在越境后，他以盗窃为目的，采取破窗入室的手段，进入被害人全某某住处。他的右脚没鞋，右脚没有什么右手拿好绳了。18日傍晚6点多收工时，阿健狂奔至约3层楼高的铁围栏，迅速攀爬至顶部遮雨棚，再用绳索套住电网，大力拉扯破坏，过程中冒出数次火花，全程仅耗时约1分钟，还引来多名囚犯和狱警围观。随后翻越监狱外墙，从6公尺高处重重摔落，倒地数秒后忍痛起身拔腿狂奔，消失在监视画面中。警方全面搜捕，悬赏15万人民币，截稿前仍无抓回囚犯消息。Freedom is not free 了。妈，妈说过，我要吃芒果，哈密瓜才甜。来来来，民警，你看，加露滴。哦，有加滴。你该请求 MOD。MOD 影剧全享包，全家爱的全都包，原价995，现在只要249，家人爱看的通通有，电视、笔电、手机、电脑、平板。看好看满 MOD 影剧全享包，五够厉害！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